只头啊150的啦，这千斤的来要千斤的，你莫看了，千斤二啊白只穿啊150啦，买一千好无？安尼收大声无？我讲真正，这两只外口啊500的啦，买一千块啦，上大只，西底一个人客啦，一千块啦，一人六只就贵啊啦，一千块的啦，一千块的啦，一千块过一摆，第二摆还是要甲倒落安尼，倒落好就我就看。来来来，恁拢要安尼，恁拢要安尼。哪里有？拢无啊，一箱当然箱的话十五块，那其实这头顶上水抹抹有够水的水，有够水的水，袂下买袂下做煞，真正袂下做煞，了声啦。我只好来啦，五百。这个要拆一只，但爱两百块。讲个什么事？讲个无啊？一只都两百几啊？讲的是什么事？讲的是要十块药，啊五百块，这台话筒你敢知？来加一个。讲的是要十块药，今仔日才买啦，实在。来，妹要吗？要了。风声笑。这个大只的两只贵啊，真正的，这一只真的要200块以上。那超简单，它叫左边那只。啊，来一只头250。哎呀，你看这。来右边哦。啊，那不够啊，无。来500。我想提不掉。我就问他这个啷个意啊？啊，加个两三只的啊。无，安尼是啷个意？有几大了？要到了哟，无啊无啊，我靠够哦，歹势。咱讲真正，过来，咱五百块。我靠够哦，这是死我生活啦。阿姨，现在真知尔啦，你听我讲，你若下只买，无买无要紧啦，好无？上多少？嘿啦，我知影啦，再甲你算300条，你爱无？咱讲真正啦，吼，这无计较，凊彩啦。还有七千五啊！我俗啦，好啦，我知影，你要食肉质好无？我花钱好无？肉质好无？好无？好无啦？好无啦？还是要食油大，点菜一个啦。十里两百。阿爸话哦，你太傻啦！刚拿点菜一个，阿爸话100块，阿爸话搁100块无？搁100好无？搁100好无？无人来，我先来修改。你听我讲吼，这两包我吼，这两包我完全无安怎哦，这就是敢那头拄仔叫插破去。我破掉，像安尼哦，这包无破去的，这包蚵仔你卖我，你卖来150啊，我是卖100，无这包先来，这包100够人来。恁安尼是啥物态度？恁安尼人那卖落去，这包蚵仔100够人来，无人来吼，啊，我阁问一下，你要爱？我要破掉。你要破掉的吼，破掉的这我了钱。哎呦！我要吹去外来的。是吹气啦，可真便宜。来破掉的小姐，来两包都给你哦，150就好。这额外没有少哦，这是水破掉而已。安尼。